中国的武侠电影中，那些飞檐走壁、刀光剑影的中国功夫，让人目不暇接、大开眼界；而有一种叫做点穴的神功，更是让人叹为观止。这是电影《卧虎藏龙》中的一个片段，李府的护卫在与闭眼狐狸的打斗中，不幸被点中了穴位。高大威猛的护卫即刻被定在原地，不能动弹。在危机时刻，大侠李慕白及时赶到，在他的身上点了几下，才帮他解开穴道，恢复了知觉。给你们是吧？没事。这种神秘莫测的点穴，究竟是一种艺术夸张，还是一个早已消失的武林传奇？在今天的现实中，会有这样的点穴神功吗？这是山东省淄博市博山郊区的一个农家小院，习练拳脚的这位老者叫王琴海，他所习练的这套拳叫做九宫八卦斩穴拳。从招式上看，这套拳朴素无华，但却刚劲有力。72岁的王琴海老人打起来也是虎虎生风。斩穴拳，顾名思义，应该与穴位有关吧？那么，这是否就是电影中表现的那个点穴神功呢？打穴拳就是抓取有害部位，它的特点就是抓取内身上的中有穴位。中国传统的中医理论认为，人体上分布着14条直行的经脉，和由经脉分出的络脉，合起来被称为经络。经络系统内贯脏腑，外达肌表，网络全身，是气血运行转注的通道，具有决生死、处百病的功能。而穴位就是散布在经络通道上供气血汇合的处所，在这14条经络上有穴位360多个，有300多个是重要穴位，其余的36个穴位是致命穴，俗称死穴。王琴海是九宫八卦斩穴拳的当代掌门人，他习练这套拳已经有50多年了。受其影响，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也喜欢上了武术，两代人还经常在一起切磋一番。从他们的演练中可以发现，九宫八卦斩穴拳的每一招似乎都与穴位有关。张黑叔，张黑叔，进进主持到主位说。站一站到太阳说。翘手打九尾蛇一圈。原来在这看似简单的招式套路中，却暗含着重重杀机，一招一式环环相扣，每一步都直指要害，防不胜防。内身穴位很多，打的主要穴位呢，你比如说正面吧，哈，正面就是说哈，从顶上百会穴、百会穴、太阳穴，啊，印堂、人中，啊，膻中穴、中脘穴、气海穴，两侧掌门穴，手上，啊，列缺穴，也叫寸关尺、曲池穴、老谷穴，这打这些穴位。和其他的同门师兄弟子一样，
刘同心对人体的每一个穴位都了如指掌，因为九宫八卦斩穴拳的套路中，一招一式都直接对应着不同的穴位，只有熟悉了穴位，才能有的放矢，直指要害。那我就按前三点的打法啊，前三点，我想说老夫生来性格下坐镇西北前三点，大鹏展翅恨天的画眉结界头三点，我想给你打大鹏展翅恨天的，这全是三到十杠，全是十招，好，一点虚的没有。接右拳，咔，这是大鹏展翅，这一个掌就切了他的列缺穴，也就寸关尺。中医师们就是这样，你挨着他又没把跳动，这个掌把切上以后他受不了了，伙计，他逮回来，回我正好顺势我就进来了，进去就太阳穴。在影视剧中，点穴的功夫都是武林高人在关键时刻使出的绝招，被点中的人或者麻木僵硬，失去了战斗力，或者即刻毙命。九宫八卦斩穴拳攻击的正是人体上的重要穴位。那么，九宫八卦斩穴拳是否就是神秘莫测的点穴神功呢？萧永峰年轻时就跟着师父王琴海学习九宫八卦斩穴拳，但直到退休的时候，还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会武术，更不知道他还是九宫八卦斩穴拳的真传弟子。在电影中，那些身怀绝技的大侠都隐身于市井之中，只有在危急之时才现身江湖，匡扶正义。而大侠们的点穴神功也深藏不露，只是在关键时刻才会出手。从字面上看，斩穴和点穴仅仅一字之差，这是否传承过程中因为口音的不同而发生的改变呢？是让扎穴就是扎穴。练了半辈子斩穴拳的宋道胜认为，斩穴和点穴实际上是一回事，注重的都是出手瞬间的速度和力度。到底下一路上啪寸劲，九宫八卦斩穴拳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功夫？在严格的门规背后又深藏着怎样的秘密？请继续收看《走遍中国追风取穴》。点穴和斩穴真的是一回事吗？如果是一回事，那九宫八卦斩穴拳为什么不直接叫点穴拳呢？点穴和斩穴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区别呢？点穴的功夫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从文学作品的描写来看，起码在明清时代，点穴功夫就已经出现了。成书于明清时代的小说《水浒传》中就有燕青点穴的精彩描写。那么传说中的点穴神功和九宫八卦斩穴拳之间会有什么样的联系吗？这种功夫也可能有，但是我们这个门派啊，还是没有专门研究这个，没有老师，最起码老师没有传授这个东西，也可能是有的，也可能是虚幻的。九宫八卦斩穴拳相传为清朝末年的拳师郭慕华所创，因此又被称为郭家门。关于郭慕华的身世，后世已经说不清楚了。有人说他是云游到淄博的，有人说他本来就是淄博人。当年的真实故事在流传过程中演变成了一种传说。原来他是少林寺出师，出事之后他周游四方抓房搞来，为了衣不会油，求了若干地方没有抓一个够，
没有一个比过他吧，就是哈。郭慕华创立了独特的九宫八卦展学拳，但却连一张画像都没有留下来。但他所使用的武器双拐，却给后辈留下了无限的想象。那拐上刺着全刀拿背的井，就像铁黄花两个插小屋的块，就是这么大口气。据说九宫八卦展学拳的创立与这个双拐有着很大的关系。那双拐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在博山区这家武馆里，总教练季荣章让我们见识了双拐的独妙之处。这个拐子呢，你不看这么短哈，不好练。在这个拐子当中，也就是说是在十八把兵器当中，前的拐子背的枪，你拿着一百天一千天了的拐子，相当于一百天的枪，就这么个功夫。所以说这拐子是不好练的，这个拐子是短器械，近身打打用的，就是两个翅膀一样，像两个翅膀一样。你看啊，你如果是下头来了，好了，我这样走，你这样来了，我这样打，这样进，是吧？哎，你这样来了，我这样再扎，是吧？又进去了，你看，是吧？你这样的时候，我扎头顶就打，是吧？你这样我扎头顶就打，打了我就跑，是吧？打了我就跑，是吧？哎，就这样，看，是吧？双拐是郭沫华的随身武器。据说当年郭沫华云游到了今天淄博市张店附近，路遇一位武林高人，就是在用双拐与这位高人的对打过程中，郭沫华得到了启示，之后创立了九宫八卦斩学拳。在与枪的对打中，双拐因为短而处于劣势之中，所以只能防守退让，为了赢得时间，只能抓住对手的破绽，在靠近对方的一刹那迅速出击，直取要害，一招制敌。这也正是九宫八卦斩学拳最显著的特点，近身短打，直取要害，一招制敌。你是轻功再好，但是你要落地，哎，只要我把你我把你抓住，不用第二招，一招制敌。郭沫华不仅创造了九宫八卦斩学拳的套路，他还将近身短打、直取要害的原则运用到了器械之中，形成了82式擒龙斩虎刀、4路82式对劈接腕刀、88式杀手棍、双拐对枪、春秋大刀等40多个器械套路，形成了九宫八卦斩学拳一个完整的武术系统。我们不光有斩学拳，我们还有枪的套路，像刀的套路、棍的套路、春秋大刀的套路，就有很多啊，就有很多些，但是特点跟斩学拳是一样，讲究近身抓刀，直取要害。比如说，对方是枪，他扎过枪来了，扎过枪来以后，这不扎你这过来了，你这可以上这边一杀，一脚他的枪以后踢过去，这就是说把对方的手搓掉。如果是对方上后撤身，接着就是劈挂两次随身刀，直取要害。这个拳不能轻易用，只能说作为防身、加身防身。这个拳不能轻易外传。为什么这个斩学拳到我们这一代是第四代？清末年间，神拳郭沫华所创，传于孙登云，
孙子又传于刘同邦老师，刘同邦老师又传于我们，就是因为这个拳，你出手重了，他容易伤的。再就是门规说下，老师要求像那样，你跟我学了这个拳，你出去打来，我就把你逐出师门。因此，郭家门收徒弟非常严格，轻易不会向别人传授功夫。据说在从前，九宫八卦斩学拳的传授和学习，基本上是在一种秘密的状态下进行，所以这个拳种很少被外界知道。直到现在，这个拳种也只在以淄博市博山区大峪口村为中心的小范围里流传，而习练者加起来还不足2000人。一个小小的村落怎样成为了一个拳种的中心？九宫八卦斩学拳究竟包含着什么奥妙？请继续收看走遍中国追风取石。这里就是九宫八卦斩学拳的中心，淄博市博山区的大峪口村。从地貌上看，这里俨然就是一个关口，把守着进出博山城区的门户。斩学拳的第三代传人刘同榜的家就在这里。这是刘同榜老先生在1975年时拍摄的一张照片，那一年他已经73岁高龄了。照片上的他表情坚毅，目光有神，完全没有70多岁老人的那种衰老状态。许多弟子对他的高超武功和严格的教育记忆深刻。丢州市场功夫非常非常好，那时候我们20多岁时候和他一身手挂一流有根，那时候老师就70多了。也爱武术也爱游，下脚来一后脚脱，学武术跟老师就说，你跟着我学武术必须要先学会做人，要注重武德。但是这里真正成为了九宫八卦斩学拳的中心，却与一个人的到此避难有关。1942年，中国已经处在抗战时期，东北早已经被日本人完全占领。当时刘同榜在一家小煤窑里当账房先生，自幼习武的他一直希望能得到高人的指点，提高自己的武功。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这个愿望就更加强烈。有一天，在从小煤窑回家的路上，他看到一个人正在远离村庄的小树林里练功。一根普通的棍子在这个人手里被打得风生水起，变化多端。习武多年的刘同榜看的是眼花缭乱。这个人就是九宫八卦斩学拳的第二代传人孙登云。孙登云为什么来到咱这个地方？那时候日本鬼子反正在东北杀生骚扰很厉害，因为他功夫很高，他这不公之事，他那些人就很生气了，据说和他的日本商会大干了一场。据说孙登云在与日本武士的搏击中，就是用九宫八卦斩学拳直击要害穴位，向对手毙命的。老师傅和日本鬼作对，打不过日本鬼军队啊，是不？你再本事到，他是个部队实力，他是扬枪扬炮，所以来都打仗的。孙登云打死了日本人，在遭到追杀后隐姓埋名来到了博山，从此也把九宫八卦斩学拳留在了这里。有人说，其实孙登云并不是东北人，而是跟着祖辈闯关东到了东北的博山人。
博山位于淄博市的西南部，古时候属于齐国。历史上，博山处在齐国与鲁国的交界处，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博山境内的一段齐长城至今还保存完好。许多研究者认为，九宫八卦斩穴拳最终在淄博境内得到完善和发展，这与淄博深厚的兵家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淄博人习武应该是有根的，从齐国开始，孙膑庞涓就是齐国人，他们习武的时候就是在淄博这个地方。孙子兵法应该也是从齐国开始起源的。在齐文化中，兵家文化占有重要的位置。孙子兵法强调的是以守为攻，攻心为上，推崇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而九宫八卦斩穴拳正暗合了这个原则。是我们这个门派呢，还研究，因为我们不是想就是把对方置于死地，我们讲究的是适可而止，取中，哎。所以这些穴位呢，还一种叫你有感觉，叫你失掉失去你的抵抗能力就够了。武术是伴随着战争而兴起的，当冷兵器时代结束后，兵家文化的智慧隐没到了民间武术之中。一些研究专家认为，九宫八卦斩穴拳在淄博博山的成熟发展与齐国兵家文化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而斩穴拳和传说中的点穴神功也只是名称上的相似而已。顾名思义呢，它就斩就即打之，就是打的意思，与点穴不一样。都快点他！这叫葵花点穴手。影视剧中的点穴只是一个具体的招数，用的是手指，而九宫八卦斩穴拳不仅可以用手，还可以用拳、肘、脚等多个部位多种方式击打对方的穴位。而最为重要的是，九宫八卦斩穴拳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武术理论系统。九宫八卦斩穴拳，它的每一肘每一式都是严格的按照九宫八卦变化的规律而设计的，这个要求非常严格的。你好比我们斩穴拳的起势，蝴蝶展翅落花指，它就从前这个方位开始走，它中间的变化都是按照阴阳变化之理。八卦是中国古代一套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在易经中，八卦被用来解释自然界的各种现象。易经讲的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是相通的，而人体和天体也是相对应的。九宫八卦斩穴拳正是按照这样的原则设计出了这一独特的武术门派。这个穴道呢，按照这个中医理论，他技术呢，就当时来讲，老师讲的说是人身上有365个穴，说天上有365颗心，说咱这个我们人家说一年有365篇，包括着这个诗经也是风雅颂365篇，它是都互相对应的。说每一招遵循着九宫和八卦的变化之理，每一式点头和来头，点点有穴，招招止穴。在看似简单的招式套路中，却蕴含着中国文化的大智慧。九宫八卦斩穴拳就像一个身怀绝技的隐士，当他重现江湖的时候，将为武林世界带来独具